哥，哎，你怎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应该第一次。静姐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哥，你什么事儿？对，还有吗？静姐你好，大家好。没有了，没有了吧？没有了吧？没有，今天就我这一只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岩，我是跟嘉尔是在拜托的冰箱。我们一起做的节目，对，所以你特别有资格爆料他，对不对？啊，没事，比较了解吧，没什么事爆。煮饭特别好吃，真的应该去吃一下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还没有这个口福呢。啊，我今天有带来啊，不是吧？真的真的，你做的？但是会是我 cheese 吗 ？Cheese King。不是，这你做的？对对对，他做的这个。恩座，您坐去吧。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我就喜欢你有这样的朋友。哎，这是起司意大利面、啊、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节目中让我再次呈现了一次。对，今天那时候吗？啊，对，就是我点的、那个、对对对、哦、这是这个吗？是啊。你少吃点。家里吃的慢一点，没事，吃完最重要是排毒。对于他来说，我觉得，在节目中表现得非常好，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何老师非常提携他，尤其是在节目中，其实你们先聊，你们先。哎，你就大胆吃，你不用大胆吃。啊，你这个跟我那一样，真的好好吃。没，你们聊聊你们的，聊你们。他在现场有偷吃吗？对，他现场经常偷吃，对，他自己喜欢那些东西就会自己揣在兜里，然后就把冰箱里的东西揣在自己兜里。对对对，是是是，一些水果啊什么的，冰淇淋啊巧克力啊，就是揣在兜里。他全吃完了。真的拍摄的时候根本不觉得是拍摄。他还有他的口播是他的特色吧，一股清流吧。真的太大压力。怎么了？你要负责念这些吗？不是那么懂中文的时候就会啊，感谢这个这个，而且他们的那些 slogan 你都知道，就很绕。国外不这样吗？不用我念啊。对吧，不用我念。那嘉尔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什么样的男青年？特别特别聪明，他的反应也很敏锐，而且他的也很敏捷吧，各方面吧，包括他的行动啊也是各方面。而且因为我突然之间变哥你的儿子了。他还是蛮好的这孩子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周四晚24:15深圳卫视非常。